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江东南。草木皆有趣上线，首日数字销量近千万。向东南演唱会门票一分钟售罄。向东南出席颁奖礼，荣获年度最佳唱作人。向东南被媒体评为十大恶感明星之首，称其为最耍大牌、最难合作的娱乐明星。本届金曲奖圆满落幕，向东南共斩获最佳男歌手、最受欢迎男歌手、最佳制作人和年度专辑在内的四项提名，并且击败强劲对手，四提四中，刷新了金曲奖的记录。2016年，向东南的新专辑《春》在4月上线，不到24个小时，销量就破了100万。众多明星歌手纷纷自发安利向东南的新歌，光年娱乐的估值已经突破100亿。结束录音后，上午10点有一场商业演出，10点半安排后台采访，为下一步的品牌赞助活动组预热。我不是说了我不喜欢采访吗？撤退了。采访结束后，中午12点转场到摄影棚拍摄产品的宣传物料，午餐在摄影棚吃。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是不是？有你这么当助理的吗？有你这么当艺人的吗？后面那辆车是不是跟我们很久了？横冲直撞的，有点像马路杀手的意思。你的忠实粉丝又来当追车党了。停车！这个是我们之前接受过采访、回答过的所有问题，麻烦你过目。另外，麻烦你留意一下上面标记过的问题，我们之前回答过，向东南不会再回答了。啊，好好。向老师您好，关于您把干姐送进派出所这件事情，您想作何解释呢？没有。那在直播晚会的现场，您奇装异服搏出位，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不知道。那么你和小师妹未来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没有。那这一年来您一直负面新闻缠身，是否想过要转换一下歌手这个身份呢？啊，我的意思是说，最近是不是新歌已经都准备好了？还有就是大家对您江郎才尽这个说法应该如何反驳呢？无可奉告。向老师，您这样一直把别人的工作当作过场，你觉得自己还能红多久？谢谢。什么态度？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离湖不远了。近日，深陷舆论泥沼的唱作型歌手向东南频频耍大牌事件尚未平息，又被爆料出抄袭，再惹争议。光年娱乐新人未来出道单曲《未来》涉嫌抄袭韩国某女团歌曲，引发轩然大波。据悉，该单曲由向东南包办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目前该单曲已被各平台做下架处理，向东南方面暂未有回应。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让向东南道歉。向东南作为当事人不出席发布会吗？这不是默认了抄袭的事实，把我们叫过来结果就这样，难道我们还求着他澄清不成？就这种歌手还有粉丝？抄袭不就造假吗？创作居然有这样的实力。真正的歌迷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向东南先生让我代为转达，在这种时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尤其是向东南这样内心脆弱又坚持自我的音乐人。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发言环节。对于此次抄袭事件，我仅代表光年娱乐向大众
及粉丝道歉。众所周知，向东南先生自出道以来就是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这次事件是公司的纰漏，我们以后会加强对作品的监管和自身道德的建设，希望广大粉丝可以给光年娱乐一次补偏就弊的机会。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向东南先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谢谢。向东南已经在公司内部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公开他的道歉信的内容。我代表向东南向歌迷致以最高的歉意，我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包容和理解。你看看网上那些骂我的话，我有那么讨厌吗？我全民公敌啊，我有毛病，真的是这些人。生生可真是厉害，就差直接说出了真相。哎，东南，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去找未来说服他，让他自己站出来呗，这样你不但可以洗白，还可以炒作一波跟未来的恋情。你看光年娱乐老板妇女反目，娱乐圈黑暗操作解谜，你这个无辜受害者的身份跟未来娱乐圈真爱的话题完全可以炒作好几轮，可以说是今年娱乐圈的顶流，又是你了。你是疯了吗？那不是害到未来了吗？你未有才上身啊。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如果按照你说的做，那魏有才得撕了我。这个圈子除了音乐什么都是假的，连明星向东南也是假的。哎，我看这次是真的没戏。不至于吧，那么多人都爆出来过抄袭的新闻，都不是混得好好的吗？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不是，是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呢，想重新参加原创新势力。为什么？你看，第一届热门选手回国参加最终季，是不是很有话题啊？宏伟，你果然是营销鬼才。对不起，对不起。牧尘，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哎，有件事儿还拜托你一下。这个魏总吧，故意压着我续约的合同。他想提高公司的分成比例，你能不能跟崔健说一声，帮帮忙，把这个合同赶紧走完？这魏有才本身就是靠剥削艺人起家的，果然人如其名。放心吧，我能帮就帮。公司对你这么差，你为什么不解约啊？反正你合约期也快到了。兄弟，现在我们光年娱乐是娱乐圈最顶流的娱乐公司之一了，这也是我能找到最好的归属了。是吗？对啊。已经有合作方在要求解约和索赔了，项目和通告是一个都没有了，黑粉陡增，甚至还成立了向东南黑粉俱乐部。我们这边的粉丝掉得跟开闸泄洪一样。向老师，嗯，道歉信什么时候发？不发。好，崔姐，你来发。哎呀，我就知道你们要背着我去发什么道歉信，密码我改了。哎呦，我的向老师，公司倒了霉对您有什么好处啊？咱俩是有仇吗？您这是跟谁呀？这歌不是我写的，枪手不是我找的，那这锅我得背啊。魏有才，你这算盘打得挺响的。哎，不是，向老师，这天儿不能这么聊，是不是？您都一年没出过歌了，一年呐，这互联网。亲爹亲妈都忘了啊！您要但凡能写出半首歌来，我还至于找什么枪手啊？谁说我写不出歌？我只是暂时没有灵感，但也不能代表你们可以拿着我的名义去做这种事情。那你就不打算再唱歌了是吧？唱，但是我要站着唱。东南，你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现在的公众形象一塌糊涂。只剩下一些死忠粉还在护着你，你跟他们道个歉不会死的。会死。你们让我闭嘴可以，但是你们让我发声明道歉，等于是承认了我抄袭。别的事情我可以迁就你们，但是音乐的事情不可以，这是我的底线。还有下一张专辑，我要唱我自己写的歌，
我需要多一些时间。向东南，我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你要能写，你早写出来了。我实话跟你讲啊，公司那么多艺人，我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你啊。今天这道歉，你愿意发也好，不愿意发也好，今天必须发，要不然我停掉你所有工作。 好吧，我发。大家好，本人自即日起正式单方面与光年娱乐解约，停止一切与光年娱乐有关的演艺活动。感谢大家五年来的支持，后会有期。别刷了，都是骂你的。我用小号骂回去。这场戏本来我是有底牌的，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谁说我输了？你应该问我是什么底牌。哦，对，你什么底牌？这是你之前匿名做慈善留下的所有票据。本来打算在你抄底的时候拿出来上一波分的，可谁知道你智商权限挂机，突然搞这种自杀式的解约。所以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知道解约会带来多大的后果吗？就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 我以为你拿出什么底牌来呢？那这样抄袭的锅儿不是还是得我背着吗？你在娱乐圈混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明白吗？只要大方向上道，粉丝的望星有多大，这件事情只要热度过去了，很快就不是事儿了。这破公司有什么好留恋的？话虽如此，但是唯有才的光年娱乐在商业运作上还是很成熟的。我就想做一个简单的歌手，卖艺不卖身那种。 所以啊，我必须得是一个不简单的助理。没事，我给星辰娱乐的老板打个电话，他已经挖了我3年了，正好这次能够合作上。怎么挂我电话了？在忙吧，给。别打了。嗯。星辰娱乐总裁澄清，不会签约向东南。 我就非得工作吗？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要去环球旅行找找灵感，等我写出下一首歌来，把他们肠子都给回去。我先去京都，再去马尔代夫，再去冰岛，然后再去……行吧，就先这些吧。你还是先看一下你银行卡的余额吧。为什么这么少？钱呢？ 你擅自解约，给公司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按照合约，你要赔上一大笔的违约金。扣完这些七七八八，现在的你可能比我还要穷那么一点点。哎呦，才把我银行卡给冻结了。那去冰岛的机票应该买得起吧？嗯，刚好够买经济舱。买，现在就买。什么叫天意？ 你有新通告了。
在剧组待了一个月，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脑子进水了？你脱了裙子你要干嘛？不做音乐了？刚下戏就好好休息，待会儿又被人拍到了，添乱。我是你的官方女友，被别人拍到怎么了？我都什么样了？你赶紧解绑吧。我不解，我又不是图你的流量跟你合作捆绑的，我就是喜欢你的歌。咱俩是互相欣赏，怎么了？我管别人说啥？麦哥，我事先声明啊，你是单方面的欣赏，不是相互的。你以为让你背这么大一锅，我好受啊？我已去找老魏纠缠过一番了，他说公司有难处。我管他有什么难处，实在不行我自己出面澄清，帮你解释。我求求你了，可千万别，就你这张不过脑的嘴，不越描越黑算是行善积德了。向东南，那你以后要怎么办啊？山穷水尽疑无路。哥，我们现在只有这个通告了。我不参加真人秀。你还有选择吗？真人秀就真人秀，谁怕谁？大明星的闭面人生是一档职业类真人秀节目，没有剧本，没有摄制组，受邀嘉宾根据节目组的要求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尝试新的职业，并以 vlog 的形式记录日常，最后以巡回电影的方式播出。好久不见。考核一共分为四步。Round one。Round two。笔试分为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两大板块。难度巨大，而且据说这次会将所有成绩的老师统一排名。放心吧，笔试是我的强项。什么时候的事儿？没事，我已经帮你查了，现在市内还有两所中学在招音乐老师，要不然你就发一个道歉声明，兴许我们可以去了这场真人秀。让我道歉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个赌，这次笔试我一定会考第一。第一就算了，好好干，你要是能上榜，你一个月的精选牧场牛奶我包了。岂有此理！我累死累活的就考个第二，这姓苏的谁呀？ Round three。多捋知识点是制胜关键，另外 PPT 是核心加分项，重在十二无华。坐好了。这就是你的课件。你确定？
那必须的。行，就让你自由发挥一次。这关你要是能过，我就给你买你梦寐以求的刮刮乐。我就说吧，十拿九稳的事儿。我曾经信仰科学。这么精神，一宿没睡啊？啊，哎，你看我新换的发型怎么样？精神吗？你的这个演讲，你等一下，你看啊，咱这样戴着，像不像一个为人师表的样子？像。写好了吗？我看看，写完了。郝老师的标准，郝老师不需要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不需要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不需要追着学生背这背那，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郝老师的标准吗？做不是，绝对的牺牲和奉献在任何职业里都不值得过分鼓吹。老师也是人，普通人，不是圣人，也不是保姆。你这写的是啥呀？这写的都是大实话，肺腑之言。那你倒是说清楚，郝老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净说这不是那不是的，你不懂。我这叫排除法，这演讲稿能像小作文那么写吗？演讲稿的重点在于演。我当这么多年的歌手，其他的经验我不敢说，但是在舞台表演方面，我一定甩那些老师好几条街，这是我制胜的关键。走吧。你制胜的关键在于八点钟准时出发。郝老师，知道的必须要比教给学生的更多，要知道专业知识、通用知识，还有引荐。郝老师不是保姆，不需要追着学生背书，要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呕心沥血，这些都是我不赞同的。没事，哥，说不出大道理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态度要端正，要让人家看到你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你不要打扰我找灵感，我又不是小孩，我有分寸。人带进来了，接下来看你的就给我一个人准备了休息室，啊，也挺好。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道德的典范，更是爱的化身。一个学生得到教师的爱，就是得到了许多的赞许、表扬和奖励。能够得到教师的关爱，是每一个学生最起码的心理需求。做教师的心胸要宽广。能这么朴素？节目效果有了。
请问这里是教师面谈的地方吗？啊，你哪位啊？我是来应聘英语老师的苏琪。我累死累活的就考个第二，这姓苏的谁呀？啊，那个，进来坐吧。谢谢。你没认出我？不好意思，我没见过您。请问，您是面谈组的老师吗？啊，是，我是那个师大附中的英语老师。你好，苏琪老师。这位老师好。请问您怎么称呼？我，哎，你那个面谈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有认真准备。那您来听一下。现在啊？啊，不太合适吧？对别人是不是不太公平？哎，你别误会啊。你这次笔试呢是第一，我们面谈组的老师呢对你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想说你先念来听一下，待会儿可能表现得更好。好，各位评委好，我是面谈组候选人苏琪。说到好老师的标准，我想先请问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钻石 FOSI 的含义？所谓钻石 FOSI， 其实是钻石的四个质量评级标准，用英语来说就是 Color、Clarity、Carat 和 Cart。我认为这四项正是衡量一个老师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老师好坏的标准。Color， 外在成色，越无色越珍贵，这是教师无私的仁爱之心。Clarity， 内在净度，杂质越少越稀有，这是教师纯粹的理想信念。Carat， 钻石重量，顾名思义，这是教师深厚的专业功底。至于 Cart， 七哥记忆，可以理解为教师对学生的言传引导、人格塑造。哎，这位苏老师，你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吗？我，那个我还有事先走了。学校里边不能随便拍照。抱歉，我拍摄的只是一些空镜，没有涉及到个人隐私。不是，我看见你屏幕上是有人的。苏主任，哟，怎么了？您来的正好，这个人在校园门口拿个相机鬼鬼祟祟的。什么什么慢？我名牌忘带了，考号多少来着？你叫什么名字？李东元。你的考号是英语组04。你怎么知道？我看了当晚的面谈名单，我看过的都不会忘。你好，苏琪老师。你好，
你好，你是来面谈的吗？嗯，不用怀疑，你的视觉反应没有偏差。我上学早，跳过三四级。我们开始吧。音乐组，零一号向东南。我是向东南，是来师大附中应聘音乐老师的。说到好老师的标准，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知道钻石 4C 的含义？所谓钻石 4C， 其实是钻石的四个统计标准，即 color、clarity、carat 和 cut。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也是衡量一个老师的好坏的标准。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向东南。你为什么来师大附中当老师？昙花一现的牺牲的乐才，坐票选了圈年，没事，就是对了，这个负责人向东南当兵，怎么说呢？邓岩，我这个我去，我去了，他去了他哪？我们主任的意思是问你，为什么要想要上讲台？我的演讲还没讲完呢。什么是 4C？ 把老师比喻成钻石的理论，我并不认同。什么样的老师是一位好老师？在我的心中，可能就是路边的一颗石子。一位古代的智者曾经当着众门生的面，从鞋子里面取出一颗石子，他说：“这就是我的老师。”那颗石子不小心跌进他的草鞋里，让他停下脚步，蹲下去，想把鞋子里的石子取出来。正在这时，他突然间发现周边的草木皆是如此有趣。在我看来，老师不需要像钻石一样完美，也不需要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他可以像石子一样平凡、普通，但是他能带领学生看到更广阔、美丽的世界。我知道，我曾经是一名失败的艺人。但是我是一名有阅历的音乐人，我相信我能带领学生看到更美好的风景。个人讲的破石子。明星当老师，成何体统？史无前例，我认为万万不可取。我倒觉得未尝不可，英雄莫问出处嘛，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不妨试试吧，哈。哎，苏主任，前几轮向东南的考核成绩怎么样？各科考核成绩都很高。各位啊，这个不是成绩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人的问题。八班本来文化分就弱，他要进来了，相当于引狼入。我这么形容不恰当哈，相当于引入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不是雪花。这也许就是一场雪崩。听我说啊，大新闻！课件表看了吗？我们班这学期可没有专业课老师啊。听说好像还没定。啊，那音乐课怎么办啊？怎么可能没定？你别危言耸听啊，小番子，肯定是写漏了。哎，千真万确。骗你干什么？你们自己拿手机看看。
这学期又要蹭音乐老师了。你们放一万个心，不到上课那一天，什么都不确定。而且苏主任会就这么放过我们吗？准备，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你能不能让我也别给我接这种奇奇怪怪的商演？尊重一下我自己的意愿，可以吗？倒满，不停在倒满，不知不觉要漫过北燕，半色半天流转的浓淡，试探着调度家的口感。搅拌，不断在搅拌，热气蒸发为思念太浅，十指紧扣不愿两旁，非与他无法阻挡爱蔓延。说不配天生一对，互不可谓完美搭配，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慢慢晕开，牛奶一连茶，诱人的甜蜜微笑饮下，碰撞出奇妙火花，捧在手心，幸福却在心底发芽，慢慢升温，牛奶一连茶，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踏过了一路坑洼，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完好的家。搅拌，不断的搅拌，一阵发为思念太浅，十指紧扣不愿两旁，被与他无法阻挡爱蔓延。说不配天生一对，互不可谓完美搭配，才让世界看起来如此美。慢慢升温，牛奶一连茶，所有的烦恼都
诱人的甜蜜微笑迎下，碰撞出奇妙火花，捧在手心，幸福却在心底发芽，慢慢升温，牛奶一脸茶，所有的烦恼都被融化，踏过了一路坑洼，故事最后想给你一个完好的家。